你知道养五个宝宝需要花多少钱吗？呱呱听了吓死了。像我们这个孙子啊，为了要养小孩也是拼了命啊，一下要当英文老师啊，当完英文老师之后，他还有做一些副业。他最近说他准备要做两三样副业，一项副业是类似脱口秀，是不是？哦，这材质还不错哎，真的哎，400人民币，400人民币，可以。